充满活力的偶像团体在台顶跳舞，营造青春动感的气氛。高雄一年一届的动漫盛事开始了。高雄国际动漫节胜利开幕。第五届高雄国际动漫节，首天煞四天在高雄古坛登场，差不多70间厂商300个单位抢购动漫迷钱包啊！一选四代十级出世代霸大人物的立威王杰，穿动漫 T 恤来开幕活动，表达挺动漫文化。那进到立法院之后，我也会尽我的能力，在立法院来推动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创作力，然后台湾自己的文化实力。活动现场来来外外人拢真多，排队排到路路长。动漫盛事当着像是国庆，搭配动漫迷早起就来到会场，嘛可能见识到动漫无限的商机。场内人都已经有够多，但是场外有更加多人等要入场，敢若排队上部都要等一点钟。coser 嘛打扮做家己喜欢的角色，甲同款兴趣的人交流。像是国庆节工用青春活力的动漫元素庆祝国家的生日，并且新闻高雄报道。